好看，好看，简直就是艳穷杀手，那就好。哎，怎么还有点小紧张呢？紧张什么？咱这么漂亮，我要是他，第一眼我就爱上你。南山小学4年9班小胖胖啊。 我们之前是怎么认识来着？我都忘了。就是那次我被人欺负。 然后你同天而降，跟女侠一样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些人逼你爬树，你被困下不来，他们在树下朝你扔石子，我看不过去，帮你把他们赶跑。那次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次，他们天天欺负我，真烦人。幸亏你来帮我，来来来来，吃东西。我走了之后，他们是不是还叫你胖月半，然后画2个月亮嘲笑你？他们看画月亮嘲笑我。哼。 我还画10个太阳，我消灭他们。2个月亮是你，我直接的秘密，别人怎么会知道？我们好像也不是那样认识的。刚才那是我编的，你根本不是小胖胖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天本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。过去重要吗？重要的是现在，对吧？咱们俩误打误撞认识，你心里有个胖胖，我正好也是一胖胖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缘分，对吧？这也叫天意。 咱们就顺着他的意思，发展发展，是吧？哎哎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哎哎哎，哎呀，哎哎哎，放开我！干嘛呀？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，你没做好准备啊？什么准备？不是，女侠，咱们都是成年人，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胖小胖都是胖。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！看你这熟练的手法，应该欺骗过不少无少女吧？我今天就去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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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敢招摇撞骗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送到派出所。对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，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，不用谢我了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。小心。你没事吧？你也不赖。